就是哦，我们的哦宿命，宿命之在。那咧，咱个本心咧，哦，过去谁是什么呀？哦，那个宿命之在。然后哦，这个神通自在。所以哦，它也是有一点跟哦六那个六神通啊相复合。然后呢，那个华自在，两个，一个是对，智慧自在，还有一个禅定自在，是有一点哦，跟那个六神通啊，相交叉，他哦，因为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观自在哦，不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说观自在菩萨哦，都会讲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不是。那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自由自在啊，我们自己本身自由自在的哦，那个啊，哦那个观自在菩萨，还有吗？这边还有，还有没有要问的？鼓励大家发问，还有十分钟。好，如果自己的心当心，自己的心思又很高，比如说，化妆品嘛，擦下脸反是很浪费。可是这一点，我拿给我朋友听，他说：“你是没心吗？啊，你够不够？你还是看过化妆啊？你这样子前后讲就是很矛盾。”他说：“我有听到就是。”或许在讲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化妆的，不是说我们正常的一些化妆或许都排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一化妆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山妖水怪，很就是感到很不自然很奇怪。那假如说我们一般啊像日本人的话，他们就讲说，没有化妆的话哦，没有礼貌。他就是化妆哦，是一个礼貌。他以他的那一种文化来讲，那我们呢也是，只要说民众就派款去跟人家应下去这样也真是很不恰当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不要化妆得太丑。就是安尼，一看安尼平常看起安尼，真乐意亲近安尼就好啦。那个有时候讲出来都是比较它是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啦，差别很大的才会去讲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化妆出来让人感到很奇怪安尼就好啊。像现在很多那个装那个假睫毛啊。睫毛长当然是好看啊，可是你一装了以后我们看起来再怎么看都不会是很好看一修等啊，所以回自然就好了你那整个像你要奇怪你真的也是大概正式的场合你也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还有吗？还有六分钟。我想在这边还有闲闲请问，有一位闲到闲闲问说，他的内人把家里整理得非常干净，应该是个贤妻良母，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怕他一个人，
所以各位提到贤贤认为说他是一位恩师，请问刘讲师说，各位提到贤贤要如何才不起心动念呢？是否要有知足心吗？你为悦己则容，哦，就是女人的话呢，会说哪一个很欣赏自己呀，啊？就问那一个人哦，化妆了，哎，所以你为悦己则容。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两相哦，能够呢，心里面啊，哦，互相这个就是欣赏哦，互相推崇，那个重要，要呢相敬哦，如宾，不是宾啊啦吼，真尊敬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夫妻之间哦，假如说能够哦维持啊，那个对待朋友哦，对待朋友的那一种那个礼节啊，他们夫妻关系应该是很成功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那东西哦，故啊。顾得哦是青菜，顾得哦随便啦，所以夫妻之间呢，你要互相够哦推崇尊敬啊，非常不简单。啊，那个呢，就是要哦从那个内心里面啊，哦去这个就是啊哦产生呢在生活之中里面的一些比较哈。高超的那一些哈，那个人格啊，那个品性。那假如说我们都能够去欣赏对方的那一种高格调的那个人格，高格调的品性，那这样的夫妻呀，相处下来，绝对比一般都来得成功。啊，就是不容易呀，因为心接近。修接近吼，都克熟，啊克熟吼，都变豆腐啊。所以那个吼，那个对啊，对方的那一种所有一切，你要尊敬的出来。那个就不简单不容易，你要能够实际的去做到的话，那个是最理想，不要把它看成负面啊，看成负面的不给答，还有十分钟还有没有这边还有先请问说，白羊优势是否适合诵经？诵经对我们有何优点？对归空的人诵经文有何意义？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现在的生活那个步调都很快，那我们要了解到诵经的话都是要时间啦，一定要时间，然后要呢定，要有那个定下来的心，你要诵的时候啊，心一定要在，你只要说诵心呢都不在，赶紧我要上班了，不会话维护啊，这样的话倒不如诵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现在是很注重就是实践，实际的做了，实际的做。养成生活习惯，这个比我们在诵经呢要来得实际，来得有效。所以我们呢在这个生活的步调这么快的情形之下，也不是说全部经都不要了，而是说我们能够把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这些经的一些内容把它抄录下来。抄录下来能够当我们座右铭，他能够看到时常去背背诵，然后时常呢按照呢那个所写的内容去做，这样就对能够对我们有利益啊。还有没有一分钟？
那对未通的人诵经文，未通，未通的人，未通，未通，对，就是未通，哦，未空的人呐，啊。哦，对归空的人诵经呢，啊，我们要知道说，哦，最有效的就是在他断气啊，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啊，哦，那时候啊，他是最有帮助，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不知道修道，不知道佛经重要，一旦呢，哦，这个一口气不来，哦，前面全部都黑暗，那全部都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诵经呢，啊，那个经就变成哦光明，就一条路嘛，告诉他你要怎么走。哦，他那个高兴啊不得了，哎，有路啊，哦，竟然路通我行，哦，所以那个归空的人啊，诵经啊，最好就是在那个时候。那往后哦累积呀，啊，哦，那个累积就要他本身了。那个王者，哦，本身啊去努力，哎，那我们，哦，对那个归空者诵经，啊，哎，就是在他，哦，断气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最有效，啊，不要再等说啊，等下啦，我来请那个上经团来，那个没有啊，等你没人听，听好你又请来，他的一关，哦，中阴身，啊，哎，那个能够活动的哦，那个时间都已经到了，都没办法活动了，哎，所以要及时。哦，下课。好，各位点坐。坐。各位点师，各位讲师，各位谈师，各位前点。